声流传下来一字明，存心忠厚将心比心，追求人道共识举重先学术，推己树人心之合一。先圣垂留一字明，己所不欲勿施人。万物各有心情，能体谅宽容，结束万物善与人同。先生垂柳一字明，己所不欲勿施人。求人之道，此为径；体谅物情，天下清。先生垂柳一字明，己所不欲勿施人。知道此为一句，体谅无情，天下清。先生垂柳一字明，己所不欲勿施人。天下情，体谅无情，天下。